的兄弟姐妹们，这是夜间赶海发现的象拔蚌，哇，这么多，看这样子应该有几百亩吧。不是退大潮的时候啊，还根本看不到啊。这两天别人家的宝宝双击这么多，为什么咱家那么少啊？能不能给宝宝点亮一个小爱心啊，加一个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喽。到海螺岛的第一天啊，隐隐约发现这个大石头底下有东西，掰开一看，我的个妈嘞，原来是一只成了精的大章鱼啊！咱也实话实说，这是我自己放的。如果你觉得我诚实的话，那就给个双击吧。如果你也是第一次接这么大的章鱼，那就加个关注，看我海螺岛赶海直播。兄弟们，有没有认识这是什么鱼的啊？听说它叫鳗，但是具体叫什么鳗我也不知道。如果你觉得它好看，而且还挺可爱，那么请给我留下一个小红心，加上一个关注。我算了吧，要我估计你们也不会给我点亮，给点一个吧，点个红心，加个关注，咱们今天晚上8点半不见不散。来吧，兄弟们啊，有一个小姐姐发私信给我说，说她非常喜欢吃海兔啊，但是不知道怎么清理。其实很简单啊，拿一把锋利的小刀啊，顺着她的头部给她开膛破肚，中间内脏的部分还有这个软骨给她取出来啊，就可以吃了。有的老铁一进来啊，学到了知识，他反手就这个双击，还加上个关注。兄弟们，赶海时抓它时候我老激动了，我以为是条鳗鱼呢，抓上来居然是条狼鱼，这龇牙咧嘴的，咬一口手指头不得没了啊，长得太磕碜了。就是腰啊挺好用的。进来老铁，能不能给老弟点个双击加关注，马上开始赶海直播。